要不要动？要啊！收点腹，不要张开了，走。转一点腰，哎，今天跑起来啦，一天天进步一点，你看，哎，哇，今天能够跑起来，跑得这么快啊！我再大一点，你看你能不能跑？不要乱跑，盯着我的球拍。对，赢钱点，赢钱点，李宇航，李宇航能不能赢钱点？哦，对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一定一直不能停的啊！这个要练一段时间，再给他打单球。别乱跳，别乱跳，看着球走就可以。哎，对对，跟上，赢钱，赢钱，赢钱。我感觉到你跑的还是不够灵活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知道啊。把拍子提起来一点，这里啊，这里下面的脚跑灵活点，来跑开啊，我们要跑开啊。明天我等一下我给你带一下单球啊，来走，来了没有？啊，这是刚学的，我说这是刚学的。带带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啊，拿去吧。好的，哎，转腰，转腰，哎，漂亮！哇，突然间打起来了，哎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对呀，对呀，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不要等球啊，不要等球啊，过去，过去，动脚，动起来，动脚，动动脚，一。二三四一，那今年我们2014年12月的，就12月，就差几天就2015年了，5岁，现在5岁半了。如果是这2015年的话，它等于4岁，长得很高，山东人都长得高。来。跑开就转腰，跑开就转腰，李宇航，哎，跑开再转腰。我们今天打的是第13天了，14天了，好像带你14天了，对吧？啊？十几天？17天了？你怎么记住17天了？大家如果记住吗？那就16嘛。来来来，脚蹬住，蹬住，蹬住！哎，对对对，给我蹬给我看。对对对，蹬蹬蹬蹬，收腹。哎，对，蹬起来啊，稍微好一点。刚开始真的是走不了啊。来，蹬蹬蹬，一二，蹬蹬蹬，哎呦，能够跑起来了，加油，很厉害。对，蹬起来就很厉害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啊，哎，蹬起来，蹬起来，蹬起来，慢是慢一点，但是我们慢慢来啊。哎，没有乱跳就可以，不要乱。对，五啊，哟，现在越打越好了啊，是不是李航？啊，你侧开，侧开，侧开，越打越好了，漂亮。正手不能漏球，越打越好。对，转腰转腰，过段时间你就能飞起来了，真的上天了，宇航员坐着火箭飞上天了。好，加油，上上，对，再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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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球，你干嘛干嘛？哎，跑起来了，终于脚底动就可以了。哎，越跑越好，天天有进步。哇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加油啊！对，好，收钱币，收快点。刚刚开始都不会跑的，对不对？哎，给我跑好点，要跑要，现在要快一点，风大点啊！好，好，我们试一下从这个位置跑到前面这板球，能不能跑？
来，在这里，起到。哟哦哦什么哦？慢点，先别动，站好，先别动，先别动。来，我一发你就启动就可以了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对。哎呦，可以哦。转腰，转腰，别急，别急，别紧。来，动，走。再快点啊！漂亮，你到位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。我没叫你动，你先别动。我一发球你就启动，来，预备。对，好的，加油，慢了。对，蹬起转起来，到位要转起来，来再来。好的，哎，来慢一点，哎，漂亮，哦哟，可以哦，嘿嘿，站好，累了，啊，累，停下，过来一点点，来扑，那这样子扑小点，我看一下，再扑一，扑，对，扑。哇哦哦哦什么？看球看球，注意力集中。哎，对，扑扑扑，慢慢。黄教练没教过你这个，要慢慢来啊。对，走，好的。你脚能不能快点啊？对，脚能不能快点？对，好的。好，漂亮，对，哎，漂亮，我，哎，对，对，多扑这种球啊，脚底扑过去啊，转腰，好，我们在这里再打两个，这样子你打不了，太累了，这里，一，二，三。四、五、六，转腰，七、八，脚底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哎，漂亮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哎，步伐今天有进步，一天天的。一天天黄教练看着你的进步，你哈什么哈？累啊，嗯，那你进步可开心了，再来，动，动，我，为什么突然那么厉害啊？啊，哇，那么有劲，突然那么厉害啊？走，动起来，走，哎，注意，他其实他会找点位置在打球了，人会找点位置的，嗯，这个小孩其他都还可以，就是步伐太慢。哎呦，好累啊！啊、嗯，到你的时候看着球到哪里，人到哪里的单球，跟我站稳来，好不好？来站稳来，来预备，先别动，等一下再动。来打的时候再动，一、二，哎哎，看球，站稳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六，哎，球过去过来，别往上啊，往前啊，别往上啊，往前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再来，别往上，往前，先别动，站稳，球上来再动，
一、二、三，再来，一，对，动脚，动脚，动脚了，节奏不对啊！你看、啊、李宇航那个节奏不对，不对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不要提前动球，打完以后动脚，打完以后动脚。我这板球，我打完再动脚，好不好？站好，到，一、二，别乱动，打完再动就找位就可以。节奏不对，对对，哎，往前，打完再动啊，打完再动啊。打完再动，站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哎，不错啊！七，看球，看球。好，我们的手在打的时候不能碰球，好不好？赢前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站好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，别乱跑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再来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别乱动啊！给我跑跑，打完跑位就可以。能不能赢钱？能不能赢钱？能啊！那赢钱我看。别乱动。哎，这是赢钱，对，对，哇哇哇哇，对了，球没，球走到跑位置到其他位置才动，平常是就这样子就可以，这样子就可以，好不好？盯起来就可以，好不好？盯起来。对，盯起来，盯起来，赢钱，盯起来，赢钱，赢钱，盯起来，漂亮，盯起来，再来，你不要乱动啊！我不喜欢你了啊！我也不叫你打球了啊！我叫你不要乱动啊！什么？脚趾脚哦，这个怪脚趾头疼啊！打不好就怪脚趾头疼啊！再坚持几个，好不好？先别动，赢钱，再来。对了，注意判断好球，球走人在走，球不走人不走。哎，球不走你们人不走，漂亮。你看，哎，这个节奏挺好啊。好的，脚趾头有点疼啊。哦，那给你歇息一下好不好？黄教练也喝口水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，腰转的速度要快，我要让你不是手快，让你腰快，脚底也要动，也要快脚底。为什么那个球不能打过去啊？碰过去啊？你给我发点力打过去好不好？对对，转腰腰，嗯。腰腰腰带过来，腰腰，再带快点，赢钱赢钱，没力，你看球都没过网，哎，给我再坚持几个转腰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
四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转起来。啊？你都快走不动了。转不动。转不动了，没油了。哦，那给你打完这几个，我们休息。转不动了，转不动那就休息。声音。对对对对，哎，转转，声音，腰转不动了吗？还转得动，又骗我，又说转不动，又转起来了，骗我。你是不是骗我啊？你再转起来，好，五六个。嗯。哎，黄教练，明天就去休假了。你有4天你看不到黄教练，你会不会想我？真的吗？